啊，刘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伫感恩的节期，虽然有人讲这是美国的感恩节，毋是咱台湾人的感恩节，总是咱伫逐日的中间，咱过感恩的生活，要紧是要提醒咱，予咱有缘伫当年到伫要年底时，咱拢知影通感恩。虽然毋是干那年底才得感恩，咱逐日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拢有懊恼。咱拢有在感恩，当感恩的节期，咱献上咱的懊恼，甲感恩伫上帝的面前来归荣归上帝。伫今仔日，咱要圣礼殿，伫遮有几位因遐的姊妹要受圣人洗礼、见信礼、受洗洗礼，也是对别个教派转入伫咱的教会，要信仰个别来受接纳。伫今仔日，伫咱的中间，咱嘛要甲主三甲坐到收圣餐，这个代志怎样会来发生？唔知咱有今仔日斟酌想，咱为什么有这个代志会发生伫咱的身上？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为什么有这个恩赦，有这个敬拜？那毋是出自上帝，出自耶和华，咱无一个人今仔日通坐伫这个所在。但对着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咱对而且一直对创世纪读来到今仔日，咱伫逐礼拜伫读圣经的时，咱拢有领受济济上帝的教示甲帮助。特别今仔日讲到参孙，可能咱逐个人对参孙拢真熟悉。那讲到参孙，差不多会当用碑来讲起伊的故事。总是伫这个所在，要阁特别甲咱互相三个提醒的讲述。对十四章第六节开始咧讲到，参孙是一位的士师。士师伫顶礼拜牧师伊叫介绍，啥物叫做士师？那伫这个中间，妖怪神大大临到参孙，意思就是讲，上帝神降临伫参孙，对伊还未出世，到伫出世后来，到伫大汉的过程的内面，上帝甲伊三个同在。第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遐讲，耶和华祝福伊，耶和华的神起头感动伊。什么人的生命会当亲像参孙这个士师，对出世的中间就受拣选，后来上帝神甲伊三个弟弟，佮祝福伊，佮上帝神常常感动伊，做做做行事。那伫这个过程内面，我想咱大家人拢真盼望，咱会当甲参孙有同款的这种上帝的神降临同在的这种的经验。总是我想，搁较要紧的事，虽然咱早前好亲像无法度经验到像参孙这种的出世，甲这种予上帝神大大感动的迄种的体验，总是我相信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拢平平有。有上帝的恩典，但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咧，要甲咱三个互相三个提醒的讲述。伫即个所在讲，后来参孙渐渐大汉，伊嘛伫细汉的时就伫迄个所在献身做拿撒勒人。但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咱拢知影做拿撒勒人就是高酒薄酒拢无食，伫即个中间遵守因做拿撒勒人。的这种的积分，谦卑伫上帝面前来服侍主。但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咱要看参孙得到这么大要紧的恩典、甲祝福、甲伫圣殿、伫会堂的中间，的这种的成长的背景，咱会当讲这个青年的确会亲像咱中间侪侪优秀的青年同款，以后就是教会栋梁，以后就是教会真好的服侍者。总是伫这个中间，咱看见参孙伊大汉了后，到底伊成熟，会当娶某的时期到。圣经记载讲，参孙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，伫个所在，伊就甲伊的爸母要求，要求什么？讲愿意甲我娶伊来做某，甲伊的爸母讲，我要娶这个做某。但当然，伊的爸母头一个就甲反对。站在信仰，站在生活，站在社群的利益，在这个所在就给他回绝，说你不能这样做。头一项的理由，在你的兄弟中的查某囡仔，还是在咱的百姓中，
你会通去找，找甲咱共宗族的，唔通去找外邦人，要找共宗族的。拄好亲像咱今仔日咧，甲咱的师姐讲，你就要尽量找，若要嫁嫁予基督徒，若要娶尽量娶基督徒。但伫这个过程内面，伊的爸母有缘安尼想。但第二个理由，伊的爸母甲伊讲，你去伫无受割礼的腓力斯人中娶某啊。伊讲，为什么你太会去腓力斯人？这个无敬拜上帝、阁无受割礼、无受拣选的民族，伫迄个所在来娶某啊。所以头一个，伊就违反那些人的誓约，因为无清洁的物，因唔通食、唔通摸、唔通接触，包括外邦人是无清洁的。对古约犹太人来看，所以唔通甲因三甲计较。那第二个，当然伊违反上帝的旨意。对《士师记》第二章第二节，咱就已经有提醒讲，当遮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因得到所有的应允，得到土地了后，因竟然唔听上帝的话。到伫第三章第六节，试验以色列人，上帝讲，遮老的无灭无的遮的人，就是为着要试验恁，看恁要有要听上帝的话也无。结果明明证明，遮的百姓失败。意思就是讲，当遮前一代人要伫在遮士师伫咧中间有伫在提醒的时，因就抵上帝话，那无的是，因就无照安尼去做。参孙伫这个所在，伊执真执意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因为伊是我教伊的，伊甲伊的爸母讲，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是我教伊的。第三节、第七节连续讲两摆，那表示伫这个所在咧讲什么？参孙一个邪恶做那些呢人的人。明明违反上帝的道理，伊伫世间是照伊目睭所看做假意的来做，伊无想到伊的邪恶，无想到伊是犹太人，无想到伊是受上帝所拣选的。这个多好，亲像创世纪，咱多咧读的时，因为目睭看假目，人就去买来食，为着家己的意爱。违反上帝的话语，那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咱咧想讲，敢干呐？参孙是安尼。事实上，咱也继续看圣经，伫第十七章第六节的以后，伫迄个所在就讲，达人照伊所看做对的来行。所以意思是甚物？伫《士师记》的内面，咱顶间有咧讲一再循环，人若得到好过的时，就袂记住上帝，违背上帝的话语，当受刑罚、管教、战乱，无通食的时，因就倒个想着上帝，求上帝赦免。上帝赦免因，兴起士师救赎因了后，后来因就平定太平过生活，后来就搁对落。这个那亲像咧讲咱每一个人的生活，那是首先甲咱讲，讲某物人啊，恁甲犹太人同款。你的确心内真不平，讲牧师，你凭什么讲阮甲以色列人同款，阮甲犹太人同款？阮绝对袂。总是当代志发生了后，佮甲咱提醒的时，咱才会讲，诺啊，咱哪会安尼？有当时也无讲，咱会讲，啊，你都拢无讲。有讲，咱就讲，我都袂。总是逐摆代志发生了后，感谢上帝。予咱看见圣经，看见人的软弱，甲这个事实，人就是明明的。那伫这个中间要甲咱提醒，就是伫今仔日，伫咱的中间有真侪人啊，要领受洗礼，犹阁伫咱的中间有侪侪人已经有领受洗礼。你是毋是犹原是安尼？犹原是甲这以色列百姓同款，常常陷落伫家己的教义以来。上帝话语就放伫一边啊，无照上帝所欢喜、甲佮意的形式来过你的生活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内面，安尼要安怎？竟然上帝对细汉就栽培，佮想赐予伊气力，会参孙到大汉都会安尼。安尼上帝要安怎？是毋是上帝失败？上帝栽培这个囡仔失败？
啊是伊的爸母失败，啊是当时的这宗教界伫教会当时的会堂的内面，这个不管是先知，不管是经学师，不管是祭司，这个人拢失败，才会栽培这款的囡仔出来。啊，我唔知影伫咱的教会到目前，我犹阁无看到一个亲像这么歹的囡仔，唔知有无？伫咱的中间唔知有无？但一个讲落去，咱就会当更加清楚。可能就是咧讲你，可能就是咧讲咱的事实，可能咧讲咱的兄弟，总是通过安尼五忙，咱大家人真知影咱的信仰要安怎又搁倒转来。伫这个所在，有人咧讲，参孙这种的对落，兼在上帝无意的意思。在圣经里面说，参孙的父母不知道这个事是出自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斯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上帝和参孙在他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混乱，总是上帝却要又要用参孙来行上帝水的旨意。但我们倒回去看在第十三章第五节，上帝书家所讲的在参孙的生命里面的规划到底是什么？讲因为伊要做救以色列的头一站，脱离腓力斯人的手。安尼意思就讲，早前上帝都要兴起参孙来做这个代志，要何也当救以色列百姓出腓力斯人的手。当然，在这个中间，咱会讲代志已经发生了啊。当然，咱若要对后边来讲，拢真容易。讲上帝要用伊啊来做成一挂水的事，总是那是伫当时咱拄到这个代志，咱的确会骂讲上帝啊，你怎会安尼太精致咧？咱会骂参孙的父母，讲你怎教这款的囡仔出来？咱会骂参孙讲你为什么安尼做？总是虽然伫人的私心、伫人的犯错、人的犯法的不同的内面，要顾上帝。要通过这些事来成就伊的拯救，成就上帝水的旨意。上帝要让咱知影，要搁伫上帝要掌管这个代志。咱若比拼到伫新约的时，常常有人咧问讲，为什么耶稣的学生犹大要卖耶稣？为什么伊的父母太生出这个犹大会来卖耶稣？这个代志是无好的代志，总是上帝。竟然用这些不好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救赎。这样有人说，这样我也甘愿做犹大，在世间大人笑脸他，敢是这样？不是，是因为人在不对的里面，要求上帝要让我们看，上帝要求在人的最大的罪恶的里面，上帝敢都不能做什么？上帝要求会做，亲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万行事三合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掉的。所以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咱要讲，虽然参孙互上帝使用，总是咱伫这个中间，咱的确得爱注意。参孙伫伊的一生的内面，伫伊的信仰生活内面，唔是一个真好的典范，阁是一个上界歹的典范。所以伫这个内面，咱要三合看讲后来。参孙一直执意，家己的父母要求讲，伊要娶这个妇人，伊所介意的，父母嘛无法度阻挡伊。后来就甲伊到伫天南的葡萄园，去到迄个所在。但圣经讲到这个葡萄园到底咧讲什么？这个葡萄园，咱拢知影葡萄后来要做什么用？要做什么用？要做葡萄酒用，啊？因为一个节期，因下通常一礼拜久，咱来想讲，参孙甲伊的爸母去到葡萄园的所在，天来葡萄园，甲对方三个交杯，一礼拜久，咱来想讲，参孙一礼拜伊会啉酒也袂？一礼拜久的内面，伊会当讲，我绝对唔啉酒，我绝对袂，有无？无可能的代志。伫这个所在咧，甲咱暗示讲，伊就是执意要去。因为迄个所在唔呐有美女，佮有美酒。迄个美酒唔是咱的美酒，是真水的好饮的酒。伫迄个所在，伊要去。圣经伫这个所在咧暗示着这款的代志已经要发生。
但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另外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暗示。你讲到，当伊要出外去的时，水上有狮子豚出现。这个狮子豚出现伫个所在，要那想要甲因吞食。结果伫这个所在讲，后来参孙的手真有气力，所以后来拍死迄只狮子豚。哦，咱拢拍破啊！哦，参孙真有气力。参孙是一个上帝甲伊同在真勇壮的人，伊会当甲狮子豚甲伊拍死。总是狮子豚，那伫因的文化内面，伫犹太人的想象内面，这个狮子豚代表什么？咱若去到以色列时，若坐计程车，一定是狮子牌的。你毋知捌看过无？狮子牌的，为什么因最爱狮子？因为因的文化内面，因抓做米狮啊，就是狮子的囝，就是狮。所以这个狮在因的宗教的内面的象征是真要紧，代表上帝的权力。那伫这个所在参孙甲狮子豚拍死，咱想想这个内面咧表示什么？上帝话都要听。上帝的主动来，先煞把上帝的主动拢已经来给毁灭。在这个过程的内面，事实上咱会通看到，在这个因的文字文学的内面，一直咧给伊突然的讲代志，就是参孙反对，也是讲用伊的性命在抵抗上帝的话语，抵抗上帝的溃烂，犹阁伊是一个受引诱的人。不管是美女，不管是好喝的酒，但在这个中间，咱就发现讲后来，参孙阁讲一句话，在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内面，后来伊嘛做迷彩，予人起药，讲手提蜜的来行，哪行哪吃，这咧讲什么？这项的代志内面嘛咧讲，唔通摸到遐尸体，伫民宿期已经有规定，伫厨师期讲无清洁的蜜拢唔通吃。为什么参孙要哥做这的事，把那些旁边拿来吃拿来摸？所以对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若是读这个参孙的史书记这个过程，我们会发现说差不多参孙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无体统，乌白来无照规矩走，滥丧抵得上帝，可以说每项事情都犯得骄骄的一个不好的人。他记载在圣经，在这个地方他记载在圣经，上帝在这个地方兴起一个人，本来要爱他做好的事情，结果他做一项完全颠倒病的事情。总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事，总是上帝要再通过这个来造成上帝的拯救。上帝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，虽然你们中间派告急，总是最后的掌管的人是什么人？最后掌管的人是上帝。虽然人的中间的心思意念有多多徘徊，总是最后造成好事的人是什么人？是上帝。所以刚刚在读册会时，牧师跟我们的正中去分享有一本册在讲到下面的代志，在咱人的中间有侪侪，予人会当痛苦的事，来伤害人的事，要爱咱下面因真困难，要爱咱为着因祝福真困难。总是伫这本册内面，甲咱讲一项事，讲上帝敢有恶行的事，予我的心内得到真大的鼓励，甲得到安慰。伫迄个所在咧讲着啥物，咱着替对方祈祷。替这些做不对的人祈祷，咱就要常常为着因祈祷，不是要赞成因的所行的歹，是为着知影一项事，上帝是最后的掌管者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有当时咱的身躯边，若有亲像参孙这么歹的细囝，若伫咱的教会有亲像参孙这么恶业信徒的这些人，咱要安怎？咱有缘祈祷。咱要知影讲，上帝啊，求你予阮看见你的作为，予阮看见上帝你的掌管。你要予侪侪歹代，要真侪好事来做最后的完成。所有的代志出自上帝。若是咱对这个角度来领受世间的侪侪的事，我相信咱的心内有侪侪的感恩。今仔日感恩节，你有啥物通感恩？可能你早起来是上几波，
上帝啊，无啥物通感恩，心内充满万分，心内充满苦痛，心内充满罪罪的咒骂，心内有充满罪罪的不满。今仔日我要来报名，会使袂？我今仔日我过去拢袂记得报名，嘛疏忽去。今仔日我要报名，会使袂？那是长老甲咱讲真歹势，今仔日伊位置已经拢摆了，无你的位。你今仔日会欢欢喜喜倒转去无？啊，是你的大声无欢喜、无感恩，大声咒骂，后来你倒转去。愿上帝安慰恁的心。那是你无摆着位的，你通倒转去欢欢喜喜食饭。伫食饭的时，你嘛体验到兄弟姊妹甲你三甲同在，天使陪伴你，上帝嘛甲你三甲同在，所以你犹原会通欢喜感恩。今仔日是感恩的节气，我望咱每一个人的心拢有平静，每一个人的心拢有喜乐，每一个人的心拢是水的。愿上帝疼惜咱每一位，所有的事拢出自上帝。咱做伙三甲来祈祷。听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的恩典。在未晓得的内面，我亲像学习玛利亚，善思上帝的话语。上帝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好事？为什么要经过我？我检查会亲像参孙的父母要问上帝：上帝啊，你的拣选到底是怎样？为什么这事临到伫我的家庭？大主，若是阮知，万行所出自上帝。主啊，愿你使用世间所有的事、所有的物、所有的人，来真做成就好事，上来成就上帝旨意的。要搁若是阮是罪恶的人，上帝，你要搁予阮有机会参与伫救赎的工作的内面。但今仔日有济济兄弟姊妹要受洗礼，要搁一摆告别因的信仰，愿上帝接纳因。予因的生命伫逐时阵拢看见上帝的作为，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